可以打开，然后把它打开。已经打开了，但还是不行。啊，漂亮。啊，调到最大。嗯。来，我给你放。好了。差点要赔钱，差点要赔钱，给我吓一跳。哎，你都没对准我，差点要赔钱，完了，刚才差点闯祸，刚才差点把他哥的手机砸了，差点要赔钱，吓了一跳。还好啊，我平时练过，你知道吗？练过那个啊，是那个手，一下子给他抓住了，还好，要不然逃不掉了，完蛋了。而且这个直播都开着，大家都看着，一下子完蛋了。我没啥可说的，其实你们就能听到隔壁那个小钱在说话吧，你们听着就行了。完蛋了，我们这个收声收费的啊，我们这个声优小钱是收费的，不放过任何赚钱的机会。糊了，哎，他们说糊，哎，他们说糊啊，完蛋了。你人品不行啊？为什么？你是没有同步到一直播吗？我还没有，是不是？看运气。我跟你说，我跟大 C 在一起直播的时候，我就没有高清过，而且我们俩在一个房间里面啊，我跟他一起直播，我是高糊，他是高清，就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肯定是你的手机，我是新来的那个网期什么？我开了关了，我旧的手机也是那样，就是弄不过他那个手机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弄不过，而且也同样的网一起开，就是弄不过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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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高虎啊！怎么办？美少女在线补妆就是这样的，漂亮，每天都要更漂亮。怎么回事？不是我镜头脏了。好了。哎呀，生日公演他们说延期两周，所以就定在大概是17号左右。这个刚才吐口红的一个办法叫做明明敏，就是小钱，听说你是IG粉丝，就是旧公演的千秋乐，知道厉害了吧？知道厉害了吧？知道打头多么猛了吧？小钱周末会想你了，比心。我之前在风上的时候有遇到他，然后有看到他，有打招呼。我刚刚吃了一碗面哦。我脸不像莫寒，而是因为现在我俩发型是一样的。之前我本来是。就不是这样的刘海，是有一点点偏那种韩式的八字刘海。谢谢你的玫瑰花。但是后来进了剧组之后，他就把我这个刘海剪了。小千要被北京小迷妹套路吗？没有。我是一个非常慢热的人。我跟熟的人会非常 happy， 然后就是还蛮开心的吧，跟小后辈我们不太熟的，我就会僵硬，整个人僵硬。糊怎么办呀？我也不知道。刘海是弯的。17啊，应该是。他不是说两周吗？两周之后的公演应该就是17了。我们金牛座都是这样的，我们是慢热型的。周三、周六吧，应该。
看似高冷，实则怕神，这是个实话。谢谢。嗯，我们几点的飞机啊？四点。我们几点登机啊？不要，我们现在这边坐着哇哇哇哇哇哇的，结果人都飞了，我们还在这哇哇哇。我看一眼，嗯，你说的没错。啊，叶总走了没？我不是他跟我说的呀。你们待会儿提醒我。好的。怎么进两个房间？心很贪，想要看直播，还要想看两个人直播。你随便进任何人一个人的那个直播间，你放心吧，你左右两边的话都漏不掉。对呀，是周六啊，不是周六吗？有人在讲冷笑话，说等上一任皇帝死了，我们就登基了。这个人估计得有50多。听的，那个总管来了呢，公公头吗？那么了解咱后宫的事儿。对吧，应该是没有问题。啊，哎呀，就是他说冷笑话，他说我，然后我在问他和我们什么时候登机，结果然后他那个粉丝听了之后呢，就说登机，然后说要等上一任的皇帝死了之后我们才可以登机，懂吗？就是一个非常冷的笑话。我开成那个吧，开成那个吧，登机了。对，你把我的玉玺拿过来嘬一口。咋的？我们待会儿一飞机的人都要当皇帝去了，都要登基去了。现在还是特别的。现在还是特别的那个卡吗？不，这个是我们皇子的快乐水。皇子快乐水。啊，给你来份鸡腿面，来你转账吧，给我。你管我是后宫还是皇子？我们这个宫里面，我们这个大八宫，我们这个大八宫里面不分男女，你知道吗？不分皇子与宫女，不分皇子与后妃，不分的，只要是人都在这宫里，大八宫。你们多幸福啊！你可以，你们可以听两个人在说话。我不会吵到你们这边吧？你们听，你们的声音会不会？我的声音特别响。没事，他们都听得清，都好。我们大八公开大巴的。五哲在旁边。五哲。啊。Hello。 嗯。你们咋都播上了？生活所迫。生活所迫呀。谢谢李莲花。他们说你瘦了。感觉最近好多人开演唱会，不看
张韶涵什么张学友。你马上也要开演唱会了。我们吗？我们什么时候？第五零。你马上也是要开演唱会了。远迪呢？对对对。今天睫毛刷的好看。这只是这个镜头下面这个美丽的样子，你知道吗？真人其实已经颓废到不可思议的状态。我太瘦了。你确实很瘦。再看脸看不出来。不是有那个抖音上面那个，糊的白了，可以把那个气挤掉。没办法，脸还是圆的，我估计需要一直。哎，待会我跟你玩一个东西，你这样子。然后我挤你，你要屏住不被挤爆啊！那会很搞笑。那个快乐，哇，这个综艺效果这么好的，吓了我一跳、哎！怎么回事啊？解释一下啊！肚子不舒服啊？你怎么回事呢？那你来，你来。作弊！好尴尬呀，回想刚才那个，怎么会这么像？没想到吧？没想到，防不胜防。我这个形象平时做的这么好。学到了啊！谢谢送的一元吧。在干嘛？这都是教你们的本事，我希望你们都能学一点，好吗？套路女孩的本事，这个是让女孩讨厌你的本事。你说你让一个女孩来，你嘟一下跟你玩，那个女孩咯一下子，哎呦，你问她，哎，肚子不舒服吗？女孩气死。确实，闻到一股萝卜的味道。他给我坏肚子了。是你吧？不是我，你是不是偷偷的啊？为什么这么火？我也不知道。有人说你是长得好看，要我会反手一巴掌。不是，首先你要想一个问题，就是你这样搞人家，但是前提是你要想有没有人这样搞你的。不是你反手一个巴掌，肯定不是我手机的问题。因为有人搞你吗？我已经很努力了，我的手机是最先端，已经走在时代的最先端了。我是魔鬼。露出一个嘲笑的表情。那是默默的微笑。非常的富贵。你说搞人家会被反手一巴掌。
那你要看你自己的技术含量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他反手一巴掌，然后你就跟他那个挥挥挥这样，哎，打太极，你知道吧？给他一下唬住。什么时候回去拍戏？好像是一号吧，据说。是吗？什么？是一号？什么东西？会拍你比较早。我不知道，他只给我说29、30，没有我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也是。我们这一趟旅行即将要到站了。我是拍视频，嗯，哎，刚才没把你们录进去，真搞笑。嗨，现在不就知道动了吗？然后现在，我要说什么来着？我现在忘记了。哦，对，我们现在要登机了。然后录一个视频，然后记录一下我们要登机的这一刻。现在我们刚刚吃完饭，然后都在直播，很快乐。现在心情非常的忐忑，不知道能不能管理好国家。对，我们即将要登机。我们看一下上一任皇帝还有几分钟。上一任皇帝，马上了，我们去帮他一把。上一任皇帝还有14分钟翘辫子，我们即将登机。现在我们要去我们的那个登机大典了。我觉得你没有按顺序来。好的。什么？我一下子没太懂你们。嗯。我本来也是一个想录 vlog 的人，可是没有想法，我这人太无趣了。我也懂。好了。真的好糊啊！走来，哎，我要不要把果汁拿着？我们要去登机大厅。登机大厅，机票没忘吧，大家？没有忘，大家，你没有忘机票吧？没有忘东西吧？人都跟上了吗？等一会儿啊。哎，像导游一样。导游，等一会儿。最先端嘞，到底是谁在逼我？不小心把路人拍进去了，我说刚才不小心把路人拍进去了，好尴尬。好糊啊！是因为你手抖吗？不是，我感觉我是因为口袋配不上我尊贵的手机。明白了，是这个理儿，是吧？我们的登机口在哪里啊？不是啊，感觉还好远。哎，有稻香村哎！你要买吗？要买吗？想给瞅一眼。去吧。
哎，那我就要关直播，因为我要付费了。登机没有阻挡我们，而购物阻挡了我们。你去吧，我在门口等你啊。拜拜。跟我说拜拜。他进去逛了，我们太猛了，应该在这个店。啊。欢迎光临。嗯，反正不认识。